家主，殿下，你这死丫头，由于你的不谨慎，你看看，多少人为你身陷危险，但尽受怕。娘，我错了。家主，虽然大家是遇到了一些危险，但好歹是有惊无险的，姐妹们都平安回来了，您啊就别生气了，别气坏身体。家主，朱三方已经被炸残了，鬼子头目西村已经被击毙，对，下一个就是那秦棉虎和武天，咱们老丁家的大敌，一个都别想擅中。对，把他们一个个消灭，为老六昭雪报仇。老六，你听见没有？家主，这是怎么了？老家主急火攻心，最近加上他身体弱，病情加重了。这样子，丁香，你和青云留下来服侍老家主，其他人你们跟我来。你们快走。走。娘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。武田中佐，麻烦你动作快一点，长谷教授那边也在等着这份报告。千岛中尉，刚刚打完一场大仗，你就去打扰教授，你很忙吗？真是不辞劳苦啊。为教授分忧是我分内的事情，我不忙，倒是中佐好像很忙。你从天津回来复职，立誓要为蜂巢计划建功立业，如今既没擒获丁家逆党，也没能抓住红衣刀。你之前的大话说的是不是有点早了？不错，这一次是让丁家人跑了，可是红衣刀中了我的毒伤，元气大伤。中佐您请放心，总有一天千岛沙会将他们一起铲除。中佐，我很好奇，中佐这么关心千岛沙的动向，是真的关心千岛沙呢，还是怕我的动作太快抢了你的功劳？都是为大日本帝国做事，谈什么抢不抢功？我只是担心千岛中尉故地重游，不能吸取上次教训，再次重蹈覆辙。中佐做事真是高深莫测，滴水不漏啊。我千岛沙在前面杀敌，中佐却忙里偷闲来个寻花问柳，这一碗水能不能端平，长谷教授心里自然有数。千岛中尉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难道说要我把话说得更明白点吗？团长，报告大家，属下已经查到了丁家逆贼的藏身之处，就在三边县城外15公里处的红松岭上。你能确定吗？我能够确定，属下跟踪这条线索已经好长时间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不会出错的。大长，属下为了皇军可以肝脑涂地，从来不敢抢什么功劳，可是这一次属下想亲自带队剿灭丁家逆贼，以完成我的夙愿。好，为了更有把握，我给你增派部队。在朱营长离职休养期间，他的部队也由你调遣。大队长。是，大队长。去吧。好，进来。
头儿，朱三方的警备军已经调遣完毕，咱们准备回头配备好武器装备，随时听候您的调遣。好，午饭后扫荡红森岭的队伍一定要集结完毕，随时等待出发。是。列祖列宗在上，齐家十二代长子齐明虎敬下。今晚过后，这三边线上就只有齐家一家望族了。过去丁家一家独大的局面将永远不复存在，请列祖列宗们保佑。真的确定这个齐明虎要去红松岭抓人呢？这还能有假呀？他们下午就出发了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是什么呀？那红衣刀人在哪儿呢？他受伤了，我是医生，我不能对他置之不管的，我要给他看伤。这红衣刀的伤已经好了，真的，那个真好了，没什么事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得好好想想。管子，我受够你了！啊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我天天给你送消息，我冒着多大风险呀！我喊过苦吗？我喊过冤吗？我就只有一个心愿，我就想见见红衣刀，不行啊！不是我，你别哭。三年前他救了我，后来我们就没有正儿八经的见过面了。我今天就要见他，你找什么借口我都不听。哎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我就在这儿了，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。别哭啊，您。哎，那个，再喝点水啊！再喝点。要不这么着，今天下午五时，咱们在县郊的墓地见。我去告诉他，哎，不是，我命令他，五时必须见您。别哭了啊！那你跟他说。我一定准时到。啊，行，我让他也准时到。啊，你小心点啊，你慢走啊。得赶紧想办法出现呀！通知丁家人，速去速回。哎。何拐子此刻意识到红松岭已经被日军察觉，丁家人危在旦夕，可他自己身负重伤，根本无法前去预警，情况万分危急。哎，大哥，你看过来，没什么。哎呦，证件，我看看。这个是我的。都抬起来，我看一眼。过去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下一个。证件，给。说他呢，证件。过去吧。行了，走。你找我。伤好了吗？已经痊愈了，谢谢齐小姐的关心。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。当年搞学运的时候，我就接触了共产党，虽说没有加入你们吧，但我觉得我就是了。后来我被土匪劫持，你救了我。我看到你打鬼子，我就更崇拜你了。齐二小姐，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哦，好好好，过去的事儿不说，那就说现在。我也不掖着藏着了，我想跟你一起干。我觉得你身边缺少一个能照顾你的人，我觉得我就挺合适的。这肯定不行，我现在不需要。为
为什么不需要啊？你生病了不需要有人照顾你吗？我觉得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工作上，我都挺能胜任的。七二小姐，你别叫我七二小姐，叫我明慧。好，明慧，现在我一个人挺好，不需要帮手。我知道你现在身负重任，满脑子都是国仇家恨，没心思想这些事儿。可你也不是铁打的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喜欢你，我就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算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会有的。明慧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是民族危亡的时刻，我每天面临的是枪林弹雨，你死我活，等于每天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，我哪有功夫去花前月下儿女情长啊？我知道你对我有感情，但是我这个人独来独往惯了，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你。打鬼子为什么就要孤家寡人呢？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为你去死的。明慧，感情不是儿戏，等把小鬼子打跑了，我的面具就可以摘掉了，那个时候你会看到我的真面目。如果你要愿意的话，我们再坐下来慢慢谈我们的事情。看着瞬间离去的红衣刀，齐明慧痛彻心扉，他听明白了红衣刀的意思，泪水一滴滴的落下，那是少女破碎的心。明虎，你什么时候进来？你这外边乱乱哄哄的干什么呀？下面是我警队的警员，还有黄协军的弟兄们。我的人你也敢动？我哪有那本事啊？是武田大队长，他现在把你的毒灵划到了我的麾下，我现在是兵强马壮，他来向你这个老长官告个别。告别？你要去哪儿？我已经查出来了，丁家余孽就藏在红松岭，所以我现在集合队伍前去搜捕，我就要成功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大嫂子，千真万确，齐明虎集结大队人马马上就到，是躲是撤赶紧拿个主意，我得先走了，怕晚上封线进不去。你小心点。青云，拿个主意吧，我们是打还是退？其实啊，我现在是一个重伤之人，我也不想跟你再争再斗。你呢？也不用跟我示威，我休息。周营长，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也斗了这么多年了，现在你伤成这样，兄弟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能接点归田，就赶快回老家吧。
掩护你们撤退。娘，娘，你必须跟我们一起走。老家主，要是留的话，把我留下。老三，你逞什么强？要留也得我留。把我留下。行了，这种事儿谁都别跟我抢。家主，你听我说啊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上回撤离，我就被你晃了一次。这回啊，听我的，啊。其实啊，有件事，我一直是瞒着你们的。那个日本女人打了我一枪，留下了隐患，再加上以前的旧疾，我这身体啊，我自己知道，命不久矣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老三知道，我的身体啊，是因为了让丁家安定，一直是用药撑着呢。我现在撑不住了，对不对？千岛沙擦拭着手中雪亮的战刀，想着丁家人带给自己的屈辱，新仇旧恨涌上心头。这一次用战刀说话，以血洗仇，绝不会再让丁家人逃脱自己的掌心。诸位，今晚的事都已准备就绪。我操持了丁家这么多年，累了，走不动了，也不想走了。再说了，你们听了我这么多年的话，最后再听我一次啊，依了我。要是走不动了，我们可以背你。娘，到了山庄那边，我肯定能把您的病治好。娘，你放心吧，一定会好起来。生老病死都是命，命来了，干嘛跟他过不去呀？老家主，您要是非留下来，就让我陪你吧。这些年一直都是我在您身边的。我知道你们的心意，好了，这事儿不在意了。秦月，你虽然进了我们丁家，可还没有和戴宗拜堂，也没敬过我改口茶，哼，我还没有听你正式叫我一声娘呢。梅花，备茶。娘，请给我茶。青云，我想听你再叫我一声。你确定红衣刀会去红松岭吗？红衣刀虽然中了我的毒，但是丁家人有难，如果他不去，就不是红衣刀了。钟总，如果你想派兵围剿，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。红衣刀这个人精通侦察与反围剿，如果兴师动众的话，必然打草惊蛇。失去了这条大鱼，恐怕也是你不想的吧。
好，那我就静候千岛小姐的佳音。年龄也最小，性格最急，老是容易出错。担起你做大嫂的职责，带着家里人。
可疼。归丁家大嫂所有。你品性善良，勇敢坚强，可以担当此任。祖列宗保佑啊，丁家有后了。像个丁家人的样子，别给咱们娘丢脸。大嫂，大嫂子，难道咱们就这样丢下老家主不管吗？如今你可是丁家的主事人，我相信你可以说服老家主的。大嫂，老五说的对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就来硬的，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。别说了，老家主的话你们全部都白听了。我们丁家要报仇，必须要保存实力，马上转移。
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丁家还有人。没走啊，家主，梅花不走。哎呀，劫难在即，玉石俱焚，你还年轻，得活着啊！赶紧去追他们，追上他们啊！家主，梅花自幼父母双亡，是您收留的我。自从随您进了丁家，就没有离开过您。这会儿怎么会走呢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每个人都要从命，这就是梅花的命。就算是拼个玉髓，梅花也要陪你走完这最后一程。好孩子，梅花，好孩子。红衣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行踪的？心系丁家人的安危，红衣刀，这就是你最大的破绽。这条路是通向红松岭的唯一捷径，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了。千岛沙小姐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Yeah!
身上的毒伤尚未痊愈，跑不远的。何况，他只有一个去处。弟兄们，跑不动了，到了丁家人的房区了。大家给我提高警惕，小心着点。头儿，怎么了？歇会儿。不好，我可能踩到地雷了。啊啊！让弟兄们对，保护队，别动，都别动啊！大家别动啊！不要动啊！不要动！别动！千万别动啊！别动！怎么回事？我看，废话，看看，快点！头，我好像也踩着了。头，不是地雷，假的，没给吓的，假的。不是他妈地雷，是地雷，吓死我了！假的啊，假的呀！大成，大成！老于，你他妈给我回来！你，我看你们谁他妈怕死，都给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冲上去，冲！是，快冲啊！准备好，等我跟上。救娘！